赞成45人，反对58人，弃权3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，赞成者多数。做以下宣告：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。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。怎么看说被列为那个莱猪这个霸莱尾第一？真的哈、哦。怎么办？把你列第一耶，这有可能吗？不是分委员，他也是选区的，有养猪的很多，云林、屏东养猪的都很多啊。当然，他可能不是针对产业的压力吧，他可能认为食安的部分吧，他有不同的看法吧。可是党团有党团的决定啊，哎呀，好。那之后他们说要罢掉什么莱猪立委，你怎么看啦？大可怜啊，当然我没讲的。为什么？有意见的人不爱在表决的进程站出来讲，因为你若讲要安尼招票的时，是我们也不宜，因为人会感觉讲，为什么人会会使安尼做，咱袂使安尼做，所以心理上有一点干嘛，讲价准无讲心嘛。执政都有执政的为难，那我知道我昨天表决过后看到有一些文章，那有部分骂我们是莱猪立委，那这牛与猪之间其实也为难了我们的国民，但是我们的确在国际空间被压迫，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负责。哎，今天是圣诞节，今年疫情非常严峻，人民过得非常的不安心，再加上圣诞节，总统又送给我们一个最大最难过的圣诞礼物，让我们食安更担忧。尤其我更担忧了，总统既然决定要让他们进来，这也是一个政策，更重要的是你既然让他进来，你就要做严格把关，让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好了。我一直无法理解哦，到底民进党政府脑袋在想什么，我无法理解。而且你拿他以前讲的话跟现在讲的话，那灵魂交换了，那些病家一般我起来看我那些。人民对于政府的施政的，不管是有感还是无感还是痛恨，都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步一步的，无视于台湾人民的这个国人的这个食安健康哈，生命健康哈，我不觉得哈，就是在2022的选举的时候，大家会忘记这一件事情。重点新闻不会消失，只会更强大。